建议大家在玩散弹枪二六二时，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：在使用二六二时无法一枪秒人，甚至五六枪才能拿下一血，或者是被对面撕血反杀。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，都会非常崩溃，或者是卸载游戏。但是呢，就在今天这版本更新之后，就给这狂野妖社进行了史诗级加强，在配件原有的基础上，给它大幅度减少了妖社子弹散布，并且提升了武器的技术伤害。怎么说呢？只要装上这个配件，那这个2622可谓是直接成为一代版本之子，在中近距离中简直无人可挡，一枪一个，再也不用担心之后玩2620上刮痧的烦恼。点赞评论加关注，下期视频给大家带来实战测试。